中央电视台广而告之，这一次我一定要拿第一，一定会努力的。比赛开始了，看到兔子第一个冲出了起跑线，兔子飞快地奔跑着，看到兔子来到了十字路口，兔子停了下来，它好像想起了什么。红灯，注意红灯。哦天哪，兔子被撞倒了，它违反了交通规则，被取消了比赛资格。大家快看呐，乌龟又一次来到了终点，它取得了最终的胜利。欲速则不达。